冇嘢更重要得过我家庭嘅安全、健康同幸福。三藩市系我哋嘅家园，但系地检官博设施冇效嘅政策，现正伤害紧我哋。反亚裔仇恨同暴力正在不断咁上升，毒贩、暴力罪犯同贼人喺街上，令到我哋嘅长者感到唔安全。博设施并冇做好佢嘅工作，佢并唔能够保障我哋嘅安全。我哋而家需要即时罢免地检官博设施。H 提案请投赞成票。